最好吃。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是，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是从来不吃肥肉的，更不要说这么肥的肉了。但阿乐家的这个土猪肥肉，我就可以吃了进去。真的。你眼睛这么好看得到屏幕吗？这是啥东西啊？嗯，你看得到屏幕吗？我怎么看得到？就是啊。不是，现在烟起不整齐。吃些吧。你要吃饼。你吃么的？你要吃么的？胡黑包。凡哥致敬杨督军，谢谢，好吃，看到了。啊，你可以看这里，那边看不见，你看这里。嗯嗯，谢谢。又谢谢。黑的纸刚刚才黑，刚刚黑。杨督军。因为很冷啊，哥姐们。一早一晚很冷，中午就热一点。其实就是这边山上的话，虽然我们生活的比较简朴哈，在山上我们生活的比较简朴啊，但是我们吃的东西真的都是好东西，真的都是自己种的，基本上都是山上的东西，要么自己种的，要么自己养的。就是你说的那。我这嗯，没事。我发现你家时不时会跟我讲一句话，问题是我听不懂。习惯了，就跟爸妈他们说着就会习惯用那个语。那跟我也说语的，就顺带就带走了嘛。我们家的老鼠，好多老鼠的声音，听到没有，哥姐们？你们有没有听到很多老鼠的声音？猫的声音吧。我谢谢一下哥姐们，你们没有给我点关注，再给我点一下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自己在忙不着。多少张？你这么大，是坑的。你吃啥鸟吃？嗯。干点干不？干点干不？啊，不要不。阿拉伯，那别的联系啊。阿拉伯。太拼命，都不能吃一次。现在我就看到四只大老鼠。怎么没有桌子呢？穷，买不起桌子。来，你送进去吧。嗯。是啊。我都没有养的呢。我都没有吃嘛，不动啊，吃不了，老娘不去养，我怎么来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吃的有点简单。哥姐们，你们今天都吃了什么？这简陋吗？这不简陋了吧？杨督军煲汤，然后土猪肉、坨坨肉，我们这边的特色坨坨肉招待凡哥。杨督军，你吃啊？不要都给我吃嘛！啊，谢谢阿姨。都不吃吧？你吃，你吃。我妈刚听到你说你吃不了肥肉，她就给你加了个瘦的。可以吃的，这边的肥肉可以吃。
我看着对。是了是了，哥，你听不老实，听不老实。是十几楼走。哇塞！哦吼吼！哦吼吼！妈呀！是不是吃啥子？嗯，好吃好吃。我下面有点没米鸡蛋吧。其实在，其实真正在地上吃饭，其实也不会僵。其实我没有觉得很会僵哈，真的是没有觉得会僵。我们这都是有机蔬菜。那什么？都是自己家喂的。那什么呢？海边的。嗯，菜是自己家种的。除了用的味精盐巴不是以外，其他都是自己家的。包括麻油啊、辣椒啊，这些都是自己家的。我们吃的是纯的有机。其实是这样子啊，就山上吃饭的话，我们就是不拘小节，但是就算是彝族人，他们就是去外面去，就是说外面吃饭，就汉人的地方吃饭，他们也都是就是说在桌子上吃的，没有放地上吃的，就在山上，然后大家才是放地上吃的，知道吧？这样接地气。对对，地上很干净的，哥姐们，我们的地上又没有打什么什么什么剂，什么防腐剂了，什么这个喷这个了，喷那个，这地很干净的，地比你们外面的超市干净多了。应该吃不习惯辣的，凡哥之前吃不习惯，现在好像好多了，现在习惯了，也不觉得辣啊。因为我压根就没有用那种很辣的辣椒，怕你吃不习惯。但是一开始仅仅是这样子，我都已经觉得太辣了。不吃方便面的，这不能吃吧？越这样越健康，对，其实是越这样，真的是越这样越健康啊。这叫入乡随俗，对，入乡随俗。其实这是一个入乡随俗，这也是一种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尊重哈。就是比如说我们外地人啊，刚来这边啊，然后看到这边有什么就跟我们不一样的风俗习惯啊，然后就马上就要去改变，其实这我觉得也是不对的吧。那有些确实不好的陋习的话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改过来。不要那么快哈，那么快反而欲速则不达哈。我们今天羊肚菌炖的时间太短了，那味道没出来，对吧？嗯，这个肚子要炖好以后，味道也会更新。嗯，我之前能炖吗？Whoa!
为什么没有小黄车？因为还没有上架，因为我们在吃饭啊，马上吃好了。太多了，来，我给你吃吧。不要。你们的核桃挺好的，基本上只要买过我们。就是凉山这边的核桃啊，都是说好的哈。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有没有人没有见过这种在地上吃饭的，想要过来体验一下的？有没有人想要体验一下在地上吃饭那种感觉？虽然我们在地上吃饭，但是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很健康的哈。枸杞收到了，谢谢。没有。没有，没有大家没有在地上吃过饭的，大家可以过来呀、啊，过来这边体验一下，跟桌上吃肯定是不一样的感觉哈。想体验，明天把桌子拆了，可以。大胖子应该是不能在地上吃饭了，梁山也有大胖子哦。过来怕没人招待。过来就跟阿尔一起去山上干活。阿尔每天他是很忙的，他确实是没有空招待的，但是你要是跟他一起去干活的话，他可以多多少少都会帮点忙，对吧？然后就活干完就回来吃饭。明天我也学放这样吃。你们的地上吃跟我们的地上吃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地上吃是家里如果是瓷砖的话是不能放地上吃的啊。我们是木屋的，对，我们地上是灰，灰是干净的。但是，这样应该会少吃很多，这样应该会多吃才对呀。啊，对，我不吃什么了。腊肉香肠挺不错，腊肉香肠过几天给大家想办法哈。福建人也很会吃辣，不会呀、啊？福建就是南平那边会吃辣，其他地方基本上不吃辣的。是啊。怎么阿叔这里提的阿妈叫苏北话？阿妈收到哪？哦，不然我都收了个，俺们收了。哪里包耶？妈！你是不是领导又去哪过这些？阿姐。干啥？那你跟戴燕聊事，我来把这个放上去。本来我都是在等你，全体人员都在等你吃完饭。谢总，我们不是放在这里的呀。你昨天吃了最后是你。吃了饭，你直接放在这里，然后肉全部你没有拿去放，肉全部都被猫吃完了。这样，你放着摆在这儿，你肯定猫肯定高兴的来不及了，高兴的要跳。
不是有龟了吗？哇，我已经被熏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给你吃了，放了些年后肉一个都不剩的，全部被猫吃了。哇，猫不是抓老鼠的吗？怎么自己还变成老鼠了？你还有话说？你吃了饭，你直接放在这里，肯定是全部被它吃完了，它巴不得了。猫，我们家猫应该很爱你。福建人吃清淡的海鲜，对，我们那边基本上就是海鲜，我们就直接就是用那个开水烫一下，有的时候就吃了。眼睛都羞红了，又被嫌弃了。对，时常很挑剔。我也发现了，阿尔现在对我很挑剔，天天对我很不满。没有啊，我说我家猫肯定很喜欢你，对吧？我们都舍不得给它吃肉，你天天又被阿尔骂，还可以吃一大盆。其实我一直是啊，其实我一直憋着，知道吗？阿尔在骂我的时候，其实我都没有去回他，我都憋着。你看，其实我很伤心，你看我眼睛都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不要憋着了，你回击。凡哥刚刚又在后那个你们看不见的那个，我们端饭过去，他又在那边骂我了。哥你们，我骗人，我是小狗，真的，我骗人，我都不是人，我骗人，我马上去死。而且直播间不要说这种话。你是不是嘛？不管是在直播间还是现实中，都不能说真话，不要这么大的跟小孩子一样。那我又没有骗人，你说你是不是嘛？你是不是刚刚端饭的时候你又骂我了吗？而且又是很小声的，而且又继续用了那种眼神。就这样子的，我把你杀了我。哥姐们，你们没有听到，都没有听到的，别这样说，你们都没有听到，因为他是这样子的，对，就这样子的。什么时候带你回福建见家长？哎，没有，哥姐们，不是什么见家长哈。太漂亮，太朴实，大事情，加腊肉怎么卖？能不能？谢谢哥姐们，谢谢。没听到，我都差点没听到。反正我是哭了，烟熏出泪了。对，我把烟给你弄开不？真的是。把烟给你弄掉哈。算了，没事。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特别那个。把烟给你弄掉。哭吧。咒骂吧，男人哭吧。其实十三也不错，主要是看阿乐怎么看哈。什么叫主要是看我怎么看？阿乐做人比较实在，大大咧咧的，对，大大咧咧的，凶的很。男人哭吧，不是。哥姐们，你们说是我嫌弃凡哥，明明是凡哥嫌弃我，对吧？他我凶的很。明明是他嫌弃我，不是我嫌弃他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，谢谢。你没干嘛呀？欢迎哥姐们，欢迎你们。这地下怎么不打扫一下？这地上很干净啊，你不要看它这个黑黑的，它很干净，其实它真的比那个还干净。我看一下。不干净，这里都还有那个。哎，这个无所谓，就一个塑料嘛，和其他核桃。核桃皮你刚吃的。这个放在火里面一烧就好了嘛。凡哥有几个人叫买核桃？十三是妻管严，我不知道凡哥是不是妻管严。好喜欢你，谢谢。
没有，没有什么夫妻相哈。那几个在梁山的都没有十三帅，不过凡哥油嘴滑舌。对对对对，我的姐，你说的很对。我油嘴滑舌吗？我倒觉得我是不会讲话的，我都没有他们会讲话。被二管没有，就怕卖的是假货。怎么突然蹦出一句来，莫名其妙的。不知道。我们连现在连车都连小黄车都没开，突然说句莫名其妙的话。给我怎么这个是腊肉香肠？给我打个折。就是二还是漂亮一点。没有，谢谢谢谢。刚刚有个家人说，说樊十三比其他几位在梁山，就说祝融的帅啊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这种感觉。但是我倒是觉得我在梁山碰到的女孩里面，我觉得二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。对，所以说刚刚那个姐姐就说你油嘴滑舌。二房实在不滑，对啊，我也觉得我不滑，但是我说的是实话。比如说我说二漂亮啊，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，真的，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，我并不是油嘴滑舌。如果二确实不漂亮，我就不会说她漂亮。反正二是我见过的在梁山这边就是最好看的。你又来，就是啊，难道不是啊？难道你自己不承认吗？你说你是最漂亮的？不是，我很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你好像穿什么都好看，只要你一换新衣服，就感觉特别好看。那你多给我买点新衣服吧。明天去买吧。好。跟你开玩笑的。明天去买，真的明天。不去。啊，我现在不敢对着你太近。为什么？对你太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就跟你以前就是刚认识你的时候跟你挨近就是没感觉，就感觉跟哥们一样。现在跟你挨近的时候，我会紧张，像这样的时候我都会紧张。对，有时候就你现在看我的时候，我就都有点紧张。什么？真的啊？就突然心跳就加速了那种。油嘴滑舌，你说为什么？啊。